我从来唔知影后悔这两年要哪写。我早就想到，你一定有这招。我来之前我去录音嘛，我阿妈若是无跟我的朋友联络，伊就甲张嘉燕是假张嘉燕这件代志全部拢揭出来。你的计划就全部拢会破坏掉、哦。你想讲你真巧，其实你少讲的。你有啥物本事，会当甲我讲条件，啊？你知道我提着股份，要无哪有可能开时间记你啊？我无想要浪费任何时间在你身躯顶啊！安怎？股份要交出来无？啊，我把股份给你用的，啊，不过先把我妈放出来，我要确定我妈平安无代志，股份就全部是你的。哦，你即马是伫咧跟我化解哦？你拢袂记之前的股份啊？我唔敢跟你划价，卡叔讲我股份给你，你袂叫我买的，我准时要买一下保险嘛。你就是唔肯相信我，我已经无法度相信任何人啊。我所做的这一切拢是为着要叫我买，我这点要求无过分吧？那安尼我再问一解，股份要交给我无？除非叫着我买。啊！若无，我啥物拢袂交出来。你搁遮尔厚的，等一下这灯啊，就毋是顶咧壁的，是为你的身躯顶弹过啊！你为什么要威胁我？今日我敢来，我就啥物拢唔惊。好啊，那呢我就成全你啊，我就送你酒了。你莫回来哦，啊，那无你一定要后悔。我从来唔知影后悔这两年要哪写。我早就想到，你一定有这招。我来之前我去录音嘛，我阿妈若是无跟我的朋友联络，伊就甲张嘉燕是假张嘉燕这件代志全部拢揭出来。你的计划就全部拢会破坏掉、哦。你想讲你真巧，其实你少讲的。你有啥物本事，会当甲我讲条件，啊？这个为着要救伊妈妈，真正连性命拢无爱啊！你爹同情伊啊？无，我是咧笑伊，唔知影死活，嘛无要劝看卖，家己鬼扭动，竟然搞到头家化解。你上好是安尼想啦，伊拄则危险，要甲你的身份拆破，我给你一点钟的时间，去甲股份摕到手，啊无。你嘛赶快受到惩罚啦！是。